于这个民进党抗中保台到底在喊什么？因为呢，首先是他们国军的这个防弹背心啊，它是原物料来自大陆，所以抗中保台到底是在喊什么？不是很讽刺吗？民进党的双标哈，已经是大家都是非常清楚了这个路数哈。那除了刚刚讲的抗中保台，然后这个国防的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作为哈。那比方举个例子，我今天我就会提一个新的这个检举到监察院。啊，检举什么？检举民进党哈违背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宣誓。啊，这七年来行政院代职没有把 A 克法废掉。啊，因为我觉得要帮助民进党实现哈拒吃糖衣毒药是很重要的。啊，既然几个行政院长赖清德、苏贞昌、陈建仁还有林权过去七年不肯好好的去落实蔡英文废 A 克法的这样的一个政见，那没关系，我把睡着的陈菊叫醒。啊，请陈菊出来哈，来弹劾，来纠正这些怠惰不作为，好，让台湾人民吃七年糖衣毒药的这些行政院长哈。那当然啦，大家也听得出我是反讽啦哈，这是民进党的一个写照啊，就是一方面他要享有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红利，他不放。但另外一方面又不断的操弄所谓的反中仇中的情节，然后频频打出所谓的抗中保台，这种作为说真的，这个才会经常出现回力标的现象嘛。好，所以我觉得，也让很多民众越来越对民进党这种所谓双标的作为哈，感到实际上是无法接受。那另外，民进党有没有可能把台湾变成战场？因为现在火山布雷系统，我们确定要跟美国采购45亿，那当初呢一直在躲避，现在确定了，那会不会让台湾变成地雷岛？他们也说不清楚。事实上，真的，你去看金门啊，找金门的我们讲民众来去看看，当布雷之后。好，对于当地的影响，它不是一天两天的。好，当然有人说火山布雷系统它有所谓的自毁系统嘛，哈，可是跟大家讲，那有比率的问题啦。好，它那布雷的速度哈，就是十几万、十几万这样布。那我曾经看过，就是反雷机构说过一句话，说一座森林里面只要有一颗地雷，你没有扫完，这座森林永远就是让人恐惧的森林。好，所以这就是关键嘛。我们应该要努力来去避免两岸的战争，而不是今天拿所谓的，我真的看起来很像看到那个什么那个 ID4 啊，那个美国一部很有名的电影，对不对？当时这个外星人来攻打地球，最后这个美国人想到的一个，刚开始想到一个绝招是什么？就用核武去摧毁嘛。那当时不就科学家说，我们竟然是用摧毁家园的方式来阻御外敌哈。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真的台湾人民要思考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有和平的路径可以走，那为什么要用把台湾打造成地雷岛的方式，值得吗？市长怎么看现在大学推出3+1的方案，不觉得要让青年加速上战场？政府推出任何的政策哦，其实都一定要能跟各界充分的沟通跟对话哦，绝对不要让外界有任何的疑虑。市长自己支持3+1吗？我想3+1引起外界很多的疑虑哦，所以还是希望政府应该要充分的说明清楚，否则任何让民众各界有疑虑的政策，好贸然的推出，我想这不是大家所乐见的。
3年读书，然后1年当兵，您怎么看？蔡政府牺牲了学生在大学4年最尊贵的宝贵学习，然后在台海这样一个局势底下，他用这个方式，我们怀疑他是不是要让年轻人赶快上战场，这是我们最担忧的。尤其教育政策的目的不是急救章，应该有一个完整的配套的措施，让我们年轻人能够在大学毕业以后如何远离战场进入职场，他是他的目标，不是这样子一个做法。这样的做法你硬要这样子做，我觉得这非常的不合道理。所以希望政府真的，我们要让我们的民众，让我们的年轻朋友看到希望，是要稳定我们的国家安全。不然你老是推这种临时仓促，没有一个整个教育策略的，真正是一个阿爸进步嘛。